诸天长航的第二句：“喜乐海极天王得净虚空界，清净光明身。”写头了，“嗯、席乐天王”。 他得的这个身相，我们一看就了解。这是祝福如来的硬化，因为尽虚空界。 清净光明身相，这个不是普通的身，是报身。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如来果地上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 无量好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如来的应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像，是如来古地上的报身知足天王。 这是欲界第四层天的反复天的那这不是说说明了啊？应以第六天王身而教化之，佛就现这个身相，正是跟我们说明。 佛菩萨随类化身，随类化现的这个身，他的身相好光明，我们凡夫见不到，所以凡夫见天王还是凡夫身。什么人见到天王是这样殊胜的身相呢？ 诸佛菩萨界，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应该体会得到，应该联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 视线成佛，他的身人身虽然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世间人还把他看作凡人看待，凡人当中的美男子而已。 啊，其实释迦牟尼佛的身相，又何尝不是净虚空变法界圆满的光明身相？一点都没错。但是这种身相，我们反复见不到，诸佛菩萨见到。 啊，可是世间一切众生，哪一个众生不想自己的相好圆满呢？个个都希望自己的相貌能够出类拔萃。 得圆满的相好生。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利用啊人的人性的弱点啊做一些美容的这些事情。你希望向好吗？向不好怎么？ 我来给你化妆，我来给你美容，啊，来给你改造你的相貌，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恰恰相反。美容的副作用，副作用啊，是叫你一生痛苦啊。 你后悔莫及，花了多少冤枉钱，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愚痴，这是造作罪业啊，容貌。 怎么变现出来的？不但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容貌，乃至于我们居住的地球、山河大地，那是地球的容貌。今天地球的容貌也被。 这些有情众生破坏了，自然生态被破坏了，绿水青山被破坏了，新鲜的空气也不被破坏了，人类怎么不遭好劫？ 天然的灾害，是我们不懂得地球美好的容貌，把它美容，把它糟蹋掉了。啊，我们自己的容貌，用贪心爱美啊，去搞这些美容的把戏，把自己的身体糟蹋掉了。 众生就这么愚痴，造作这些罪业，毁灭自己，毁灭地球，也毁灭的别人。如果我们懂得佛法，佛在经典上教诲我们。 我们细心去体会、去思维，造作这个罪业有多重。纵然我们没有行业，我们有这个意识、有这个念头，意识念头所造的罪业，果报都在阿鼻地狱。 所以，这个大灾难、大劫难，西方宗教家所讲的，他们没有讲六道，他只讲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信上帝的人升天堂，不信上帝的人堕地狱。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他们的解释错误。 什么叫信上帝？佛经里面也有讲到上帝，多半讲天地啊，讲上帝啊，讲天天神。中国古代的帝王称天子。 什么意思？那是极其尊敬的称呼啊！天心无私啊！天子代表天神。 代表天地，代表上帝，大公无私，爱世人，爱万物，爱这个地球，所以尊称他为天子。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 把专制独裁这个帽子戴上他，他给他戴上，把它舍弃，把它排除掉。哪里知道古老文化里面所含的深意？ 人民的领袖啊，百姓的保姆啊，是天子啊。他带来的是人民百姓的福祉，不是灾难。他受过最好的教育，圣贤的教育。 以圣贤的心，啊，以上帝的心，以天神的心，帮助这些迷惑的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天子的职分呐、啊。 他的职责，他的本分啊，所以他的相貌出众。我们中国人常讲“负相”，啊，所以看一个人的相貌，相貌是外表，相随心转。 于是，从相貌就能观察到他的心理。他的心是善是恶，从相貌上就看出来了。天人的相貌，端庄慈悲，和蔼可亲的。 啊，在中国，我们看到古了古的这些贤圣帝王将相，从前没有摄影机，画像。我们看看画像。 端庄慈祥和蔼，所以像从哪里？像从心变现出来的。他心地仁慈，人民爱屋啊。 啊，所以他的相貌我，我们我们称作佛相。尤其是佛家所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性好，佛说那是果报，有果必有因，因是纯善之因啊，善因。 现的善果，这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善果啊！我们是凡夫，应当亲近什么样的人？应当追随什么样的人？亲近善人，追随有福的人，我们就沾光了。 可是你要真正到能亲近善人、追随有福的人，你自己也必定啊有一份智慧，有一份福气。为什么呢？你没有智慧，你不认识。 你要没有那一份福气，你会当面错过。我在讲经的时候提过，啊，私下跟大家谈话的时候。 说得更多、啊，中国谚语里面所说的“一人有福、啊，连带有啊这一句话有很深的道理。 一个真正有善富的人，他居住的这个地区就是富城。我们在华阴，尤其是四十华阴，善财童子参学方向都是南方。 处所都是浮尘。我们住在北半球，啊，北半球，它的地理形象，北方是上方，南方是下方，啊，北方寒冷了。 南方炎热，南方是赤道，热正当中，所以南方属于火，北方属于水，啊，在地理环境确实如此，北极是寒冰啊，是大海啊，啊，南方赤道炎热，火。 象征着光明，象征着热爱，我们要能懂得这个意思。善知识居住的方向就叫南方。 所以经上讲的那个南方，不是方位上的南方，智慧是南方不管甚至是住的是什么方向，只要是他有智慧、有德行，他住的那个方向就叫南方，他住的那个地方就叫福城，那地方人有福啊。 人人都沾他的光啊，人人都享受他的福报啊，所以你有智慧，你要会选择。第一个选择，这个地方有没有有智慧的人？有没有有福报的人？尤其是。 领导人关系特别大，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看每一个国家地区，啊，领导人，仔细观察他有没有福，他有没有慧。 啊，那么这些领导人，我们是平民百姓。虽然现在是民主时代，比过去帝王容易见得多，还是没有机会见到啊。虽然没有机会见到本人，可是我们在常常在电视上见。 看看在电视画面上见面，我们仔细观察、仔细比较，哪一个地区的领导人有有福，我们心里有数啊。注意自己，仔细去冷眼观察，细心去思维。 容貌德行是心理的反应，善心才有善心，德心才有德心。所以，我们今天念到这一句经文，极乐天王他成就的，虽然在外表上讲。 无比庄严的报身，这个报身德行的累积，所以大家要想有一个好的身相，千万不要受那些美容师的欺骗。现在这个社会上骗人的事情太多了。 要从内心里面做一个转变，断我修善，我们的相貌就变好了。你们仔细去观察，心地善良的人。 有个善良的相，心底慈悲的人有个慈悲的相，都能够令人喜爱亲近。心底不善的人有个恶相。 啊，纵然他善于伪装，啊，也能笑面迎人。你仔细观察，笑面里头带着有杀气呀、啊！笑容里面呢，令人寒毛直竖啊！ 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相随心转。我们个人体质、相貌是随心所转的。我们居住这个地球也是随心所转。还是佛经里面讲的有道理。佛告诉我们。 静随心转，佛讲根本的大道理：设法界一正庄严，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一语道破，啊！然后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们能够明了这些道理，体会得佛这些话的深意、奥义、妙义，我们就懂得怎样修行，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啊，怎样生活的。 幸福美满，这个是一念的转机，要下定决心，赶快转过来，立刻转过来。 就能够消灾免难了，就能得到真实的福报。心转过来了，我们的体质就转过来了，我们的相貌就转过来了。 不必去依赖保健的医生。我说这个话，大家也不要误会。很多人听话了，听半句一句产生了误会。啊，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不要医生了呢？ 昨天晚上我们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说到二十二类，世尊特别提出一生，啊，提出先生，提出一生。 这个意思就是，并不是学佛的人把一生丢掉了，医药丢掉了，你错了。什么时候才把一生医药丢掉呢？你破一瓶无名，证一分发生，那个时候不要了。为什么呢？你永远不会生病。 啊，你可以永远离开医生了。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境界，你不靠医生不行啊。那你要问这个境界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们要怎什么时候才能够修成功？《金刚经》上讲得好。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这个四相没有离开呀、啊，医生就不能离开。四相离开了啊，医生对你也没用处了。四相离了。 你才是个真的菩萨啊！佛在经上说：“菩萨如果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不是真的菩萨了。真的菩萨，了，四相离了，四相离了。” 是什么人呢？发生大事，四相离了，不但轮回没有，十法界也没有。到这个时候，才可以摆脱医生不必再要医疗了。如果你还有四项，你还离不开四项。医疗保健。 是必要的啊！大家听经不要发生误会。你没有到这个境界，你想过佛菩萨的生生活，你享受不到啊！自己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这是佛在经上为什么要讲各个阶层不同的境界？ 让我们自己了解，我现在在菩提道上是什么地位？就好像你念书，你自己知道我现在念什么学校，念几年级，都要搞清楚啊！啊，我现在明明是在念小学一年级，以为自己是波斯班的一年级，那岂不是错大错特错啊？ 这种错误的人不在少数啊！遇到了障碍，遇到了困难，说佛法不灵，佛讲错了，佛没讲错，你自己误会了啊！所以，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摆脱思想、起心动念，还有个我。 与我对立的还有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境界里头，凡夫境界，初学的境界。佛教初学要发心，发心牺牲牺血，希望自己能够做圣做心，这是立志。 我一生生活学习有目标有方向，这是佛教道。从哪里学起呢？从我们现实环境里面学起。我们现实是个烦恼、业障、习气深厚的众生。 该怎么学呢？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啊！要想断恶修善，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齐<的>心动念，言语造作。 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是善；利益自己的是恶。这个话怎么讲法呢？啊，刚才我们说的《金刚经》上四句话，你看看：利益众生的、利益社会的，是利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利益自己的是执着。 我人众生说的，于是我们在恍然大悟啊！佛讲善恶的标准跟世间人观念不一样啊！佛总是与自信相应啊，自信信德里面没有我人众生说的。 慧能大师说的好啊，本来无一物啊，啊，那个无是什么呢？我向人向众生向受债相，我见、人见、众生见、受债见。六祖讲的“业务是讲这个东西啊，自信里头本来没有啊，所以与自信相应的是什么？与自信相违背的是物。 华严经确实不可思议，确实令人赞叹，令人五体投地。你看看我们反腐一开端，哎，就能跟他相应，不利这个、啊。这是华严所讲的“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 触发心就向着圆满佛道上进进，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啊，五戒里面，佛说杀生不应该做，啊，偷盗不应该做，邪淫不应该做，该做妄语。 不应该做，饮酒不应该做，这是五戒。如果这个五戒是为自己与信德就不相应的，啊，那是世间善法。 啊，你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是为自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我守五戒是为社会做的，为一切众生做的，这叫功德。这个能够了生死，能够脱离轮回，能够成佛道。啊，为什么呢？为众生做的。 与法性相应，与菩萨力四相相应。我持五戒，做成持五戒的样子，给众生看的。我要做的很好啊，做的很圆满呐、啊。希望感化众生。 为人演说嘛，表演嘛，持戒是为众生持的，修十善也为众生修的，不是为自己呀。现在多少修行人搞错了。 无界为自己，是善也为自己，坚固的执着自己，出不了轮回。佛给我们说的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是从执着来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东西都具足，就环境了。这个境界、生活的境界就变成六道轮回。 执着是烦恼啊，啊，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啊，所以六道轮回呀，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你的执着要不能够丢掉。 不能够放下，不能够舍弃六道轮回这个相，就不会消失。啊，所以修行行善，一切为自己。哦，我种善因，将来得善果。你是六道反复，你处理不了六道。啊，佛菩萨是现在世间。 断我修善，他不是为自己。种善因得善果，什么得善果？呢？一切众生的善果，社会的善果，国家的善果，虚空法界的善果，不是自己的善果我种善因呢，得善果是大家的善。果。 诸佛菩萨跟凡夫就这么一念之差了。这个一念正，所以他得的是圆满的身相，圆满报身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自己求得的。 是自自然然的果报啊，幸得圆满的行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信得一切众生人人本具，有情众生。 本具如来圆满报身，我们的生活环境，本具华藏极乐清净的净土，依报正报。 无比的书生庄严，都是自信本具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马明菩萨在其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个话的意思引申。隐身 本具的本有啊，不具的本无啊。换一句话说，一真法界是本具的本有啊，设法界是意识变现出来的，自信里头本来没有啊。 本质的，哪有不能恢复的道理呢？力量思想就恢复了所以念头一转，我的生活不是为自己，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我活在这个世界呢，是为这个。 不是为自己活的，不是为我一家人活的。菩萨的心量更大，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生活，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工作，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交际应酬没有一样。 不是为社会、为众生的，这个念头一转呢，你就是佛菩萨了。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富裕的生活也好，贫贱的生活也好，都不相干呐、啊。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也不相关呐、啊，念头一转，你过的佛菩萨的生活，你做的佛菩萨的工作。啊，我曾经有一次访问澳洲的一个电视台，我去参观。 电视台的总经理接待我，啊，告诉我，他们这个公司人人平等，人人第一，啊，总经理全心全力把这个公司管理好、照顾好，经理第一了，啊，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有两个工人在扫地，经理告诉我，他们也是第一。他们的职责是搞卫生，卫生搞得干干净净，啊，人人看到都欢喜，他第一。我点头啊，这是佛法的落实啊。 所以，员工跟总经理平等的，你第一，我也第一了，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他这个公司健康的公司啊，美满的公司啊，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落实。 如果说经理高高在上，啊，员工低低在下，啊，见到毕恭毕敬，啊，奉承伺候，这公司不健康了，他有病了。病虽然不严重，啊，还能维持，但是毕竟不健康。 不能发充分发挥他的效用，唯有真正健康，才能发挥他的体能呢。我去参观参学，深得受用啊，给我的启发很大。 每一个团体，从领导到被领导，都能有这个概念，都能有这个认知，社会自然安定，天下自然太平，每一个人都会过着幸福美满。所以我们在公司看到，从经理到底下员工。 到这个呃，清理卫生、打扫洗手间、扫地的员工，满面笑容，人人见面都那么样的客气啊！真的，我所讲到的，在居上位的人，谦虚谦让。 在下位的人礼让，做得那么和睦，我赞叹、敬仰啊！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有很多种族人。 啊，有白人，啊，也有我们中国人，有印度人，也有黑人，多元文化组成的，不同的族群组成关键呢就在那个领导人啊，领导人有智慧。 领导人有能力佛家讲的善巧方便，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去参学，那就是拜佛。那个里面从上到下，个个都是佛，个个都是菩萨。我们到那里去。 清净供养啊！我们拿什么供养呢？我们带去礼物很少，戒缘的东西、啊、真正的供养，依教修行供养。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啊，我们明了，我们要学习啊，意教修学，真的供养啊，法供养啊。 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最严。所以注意，诸位一定要想到，要求得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容貌端正，我们居住的环境美好，都要从心里上去。 要从心理上做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决定把以往自私自利的念头舍弃掉。当然，这一桩事情说的容易，做起来困难。难在哪个地方呢？ 自私自利是无世界以来累积的习气，累积的烦恼，哪有那么简单一下就放掉？你能够一下就放掉，你决定不是凡夫，你是再来人呐，你是佛菩萨再来的。 反复不可能一下就舍掉啊！舍不掉也要舍，能舍一分也好嘛，舍两分、三分更好嘛。总而言之，学了以后要真干，干什么呢？ 转我们的业报啊！我们不是爱美吗？啊，真正达到爱美的目的啊！啊，我们不是希望自己身心健康吗？身体健康，先要心理健康。心理不健康，要。 得到身体的健康是做不到的啊！我在美国住在加州，邻居当中啊有几位老人，身体很好，八十多岁了，每一天早晨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 到公园散步，啊，每天大概要走五公里的样子，啊，他们清晨的运动，啊，他们有个老人，有个好像老人会一样，有十几二十个，年龄都是在七十岁以上，退休的老人，其中有几位生活的很愉快，啊，他来告诉我，我这个身体。 我的寿命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三十岁，可是没过两年，他已经死了。什么原因呢？身体很健康，心理不健康。啊，何以知道心理不健康呢？自私自利，钱财看得很重，得失看得很重。 所以身体健康也枉然了、啊，还是受命运的支配。那有什么用？不能够啊延年益寿啊！那个延年益寿是怎么讲啊？你命里面该活到八十的，你能够活到一百多岁。 那是真的延年益寿命里面是一百岁，到一百岁就死了。那个一百岁是你前世修的，你没有能够改造命运的，你没有能够转变你命运的，你不懂得这些大道理。 诸位读了凡四训，我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州老居士送我这本书，我读了之后很受感动，啊，义教奉行。了凡先生人家给他算命五十三岁，他五十三岁时，那他完全没有办法脱离命运，但是他活到七十多岁。 也就是说，他延年益寿，他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做的还不够好，还不够圆满。为什么呢？他没有能超过一百岁呀、啊，没有能超过一百二十岁。不是做不到，确实能做得到。 他做的不够好。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给我看相几乎许许多多人都跟我说：“啊，我活不了四十五岁。”我很相信。啊，我什么理由相信呢？ 我的父亲、祖父、伯父，我所记能够记得的，他们都是四十五六岁过世。啊，读了一点书，听了一点科学的理论，大概这是遗传吧。所以我很相信，懂得这些道理，这才发现学佛。学佛，我也没有求长寿。 但是，在思想上，在行为上，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没有学佛之前，念念的为自己；学佛之后，遇到张家大师，受他老人家的调教，才把观念慢慢的转变过来。 不要为自己，要为别人想，要为别人服务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一切为众生的福祉，舍己为人。这个生活他过得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舒服。 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这句话兑现。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真正体验到他这句话了，把他这一句话落实了。 人生最高的享受，是要把物欲、爱欲、食欲通通舍掉，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一切为众生，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个里面大落佛家讲的常落无尽，这四净德你都得到了。在学佛过程当中，修行过程当中，还有一念私心没放下，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所以佛家讲。 舍得，舍得两个字是佛教的术语啊。你舍就得了，你不舍你就不得啊！把自私自利啊，舍掉，把明文利养舍掉，把五欲六尘舍掉，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 你就圆满都得到了，你所得到的虚空法界，你所得到的信得的圆满，你才真正证实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信 为师所变啊！你把它证明了，证明啊，就是佛家讲的正果啊，正道啊！啊，可见得了正果正道不是难事，难在哪里呢？难在你放不下，难在你不肯舍，所以你舍，你就得到了。 圆满的佛道啊！你放下，你就得到了圆满的自信。诸佛菩萨看到世人啊，很感叹：为什么不肯舍啊？过这种苦日子，等于说是无缘无故啊，背上一个很重的担子。 背上这个大包袱，可怜呐！你这个包袱里的什么东西？啰嗦啊，砖头瓦块呀、啊，一文不值啊，把自己压的累死了，压的气都喘不过来啊！这个包袱是什么？六道十法界。所以佛看感叹说：“哎，可怜明者呀！” 啊，不肯把六道十法界这个包袱放下，尤其可怜的背什么呢？背三恶道的包袱，啊，地狱恶鬼畜生的包袱，啊，这个包袱呢，贪嗔痴,痴的包袱啊，贪嗔痴慢这四个字、啊、是三途的包袱啊，你说多可怜！ 四圣法界里面，身闻圆觉菩萨佛报背的那个包袱很轻，佛看到都摇头。看到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背的是贪嗔痴慢三途卧道的重担，不肯放下。他为什么不肯放下？ 迷惑颠倒，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废物啊！以为这个里头是黄金美钞啊，喜欢的不得了啊！哪里知道是废物，一文不值。所以，能放下、舍弃，你就得大自在、啊。 你得大安乐啊！希望我们同学们要认真去观察，去思维啊，重新再认知。你真的认识了，真的知道清楚了，你就会放下了。 你就会把它舍弃了，舍弃贪嗔痴慢，就把三途卧道这个重担放下了；舍弃自私自利，你就把六道的包袱啊丢掉了；舍弃妄想分别，你就把十法界放下。 这样，你才能过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真正享受到一真法界的美满啊，一真法界的真实啊！从哪里做起？ 时善业道做起，成佛作出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他起心动念、生活行为。 还是是善，佛法表现在外面，自始至终啊，永远是是善的，是善是样子。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对一切众生来说的啊，身三善啊，不妄语，不两舌。妄语是欺骗人，两舌是挑拨是非。 不沃口，沃口是说粗话伤人；不其语，其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口四种善业，啊，亦不贪、不嗔、不痴，亦善善。 纯是善心，纯是爱心。这个爱心是从善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纯是善意，纯是爱人爱吾之心。 身善下口善下纯是利人利物之心，纯是利人利物之,之行，这样的心形，自自然然，感得圆满的报身。所以。 净虚空界清净光明的身相是这么得来的呀？净虚空光明身相这一句里面包含着一真庄严啊，身相清净光明。 居住的环境也是清净光明正报如是，医报也如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我们今天医报不好，地球生病了、啊，病得非常严重啊！ 地球怎么病了的呢？地球是医报，我们正报生病，我们自己生病了、啊，生的什么病呢？贪嗔痴慢，佛家讲这三毒啊，无贪无嗔无痴。啊。 你的心是善心的、好心呐。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慢，你这个心是坏心呐，你这个心是恶心呐。从这个恶心里面生出自私自利，啊，善心里面生出是利益别人、利益社会也、利益众生。 所以贪嗔痴叫做三毒我们今天讲病毒，现在这个贪嗔痴三这个病毒蔓延到我们全身了，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是贪嗔痴，你说这怎么得了？ 正报如是，好了，搞了个地球也不得了了。啊，每一粒微尘里面也充满了贪嗔痴，所以地球会会毁灭，人类会毁灭，怎么毁灭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造成的。 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事出世间圣贤知道。我们看到西方古老的预言，中国也有不少预言。这些预言的人可以说都是先知啊，他们知道。 他们了解预言是给我们提出警告啊。预言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觉悟，唤醒我们，警觉我们，使我们自己知道回头。 知道反省，知道改过，知道自新，复受自己求的。念头一转，多福多寿啊！念头转不过来，决定受命运支配。 一生所造作的这个业果，不堪设想啊！眼前纵然你能够尝得所谓是蝇头小利呀，啊，带一点点甜头啊，苦报在后头啊！啊，苦报在阿鼻地狱。 长界轮回也，那个长太长了，天文数字没有办法计算的。啊，一个聪明人、明白人，何苦造这种恶业？啊，何苦还昧着良心？ 造十恶业，他不是没有良心，他也知道不对，不对他也做，为什么要做呢？眼前有利，啊，眼前那个一点点小利，他执着，他不肯放下，造极重的罪。 这佛经上，我们常常读到“啊，佛讲众生可怜悯者”这一句话的实际上的含义，我们体会不到。必须把因缘果报、事实真相都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才知道这一句话的深意。 才知道这一句话是佛从什么样的心情里头说出来的，悲痛到极处啊！所以佛经我常说，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字字句,句句无量的深。 无量的光只是我们自己心太粗粗心大意。经典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出来。信心为你讲解，你听不进去。 你听了不能够领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们说过一句话：不好学，不肯学。你们在平常好像也有一个好学的样子，肯学的样子，你没有真正发心学，所以。 还是不好学，还是不肯学。真正的好学、肯学，学了之后立刻就落实。啊，所以你没有能落实，你依旧是不好学、不肯学。果然落实，你就有受用；果然落实，你就会转业 你的业报就转了，最明显的，你的容貌转了，你的体质转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修学修仙人，一个学佛的人，他有没有功夫，他有没有得佛法真实受用，一看这个人就知道，看他的容貌。 看他的体质，看他的言谈，看他的举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古人所讲的“诚于中而行于外、啊”呀，表里决定相应，表里决定一致。你外表怎么样的伪装？ 都隐瞒不了啊！伪装可以蒙蔽无知的愚人啊，他跟你一样的无知，你的伪装可以蒙骗他。对于一个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有涵养、有修行的人。 瞒不过，人家一看一听，早就揭穿了。揭穿不肯说，给你留一点面子，你要晓得。啊，不愿意给你做冤家。 还是希望你能回头，能觉悟啊！所以，我们学佛出家了。我常常跟大家说，你们出家，大多数糊里糊涂出家了佛法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出家了。 出家之后为什么也不知道啊？啊，在这一点我比你们强一点，我把佛法搞清楚了才出家，啊，选择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什么行业？我讲的很清楚啊，多元社会教育的行业。 我出家，决心走这条路子所以出家这个师父找我出家，我跟他是有条件的。在早年学佛的时候，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啊，我懂佛法，我懂得了啊，它的好处。 他对于社会，对于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明白了，我,我很想从事于这个工作，啊，出家来做。我问老师啊，张杰大师我说好不好？他点头说好。他鼓励我，勉励我，但是他告诉我，你不可以去找这个师傅。 我想，我出家不找师傅，那到哪出家了？他说：“你去找那个师傅，师傅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了？” <laughs> 我想想也对呀。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啊，佛菩萨了会感应，讲这有道理，他教给我的。我心里发这个愿。 就是向佛菩萨要求，所以以后是师父来找我，请我出家。大概在一个半月当中啊，他请了九次，我看他很诚意，我才跟他谈谈条件。啊，谈条件是说，我要学讲经说法，我不做金蝉佛事。啊，他同意。 啊，条件谈成了，我们这就出家了。这张家大师教我的呀、啊。所以受戒呢也是如此啊。人家请我去受戒，不是我主动去求戒，哪一个来找我去受戒呢？我的在家老师周邦道老居士来找我，啊，你出家两年了，你应该要受戒。我说我是想去受戒。 那个时候收借收费的，啊，要收五百块台币，五百块是很大的数字，我没这个能力。啊，周老师说没有问题，你去，你这个借费，我们在台北这些同学们，啊，大家来帮助你，好啊，啊，同学们大家捐助一些钱凑满了手，送我就收信。 我都是被动的，主动求佛菩萨，被形式上完全被动。啊，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一生佛菩萨替我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所以我才生活的这么自在呀、啊，生活的这么快乐。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 都是佛菩萨安排，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是我学佛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我们向毗罗天王学习。 他说的是果，我们懂得，有果必有殊生的因，我们要在因地上修学，将来得到跟他同样殊生的果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